像说是走在会的朋友们，由是直立的文员和遵循的感谢。会场上国内外的嘉宾真不少啊，都在给徐帅发言鼓掌呢。我们正处在把中国浑浊之终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上来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时刻。我军军指战员要深入贯彻党的水舰三层军会精神。星光不负赶路人，让我们向革命老前辈们致敬。